来啊，今天呢做个测试，跟虾皮维乌路亚，就是会常跟我去钓鱼的那个人，他是老板，跟他买的瓢虫，不瓢虫，蜻蜓的八星饵，来试看看。来来来，丢出去的时候，那翅膀会收起来。从十克左右吧，我忘记了。介绍来介绍你这样都不记得他几克，哇！那水面就这样爬爬爬爬爬。水蛮清的，吓我你还那么清。这真的会咬吗？收快一点水的话就超大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泳姿，去吧。正经开始钓，都不太需要狼，那有水的话就自己会跑了。我说拖慢的试看看，好，头快了。哦，等一下，要拖快一点才会咬啊。哦，表姐都打来了，没炸到。有用欸，这个要拖快拖慢，我觉得我再研究一下。哦，又炸了又炸了，好像要拖快一点。哼，哦，有在追，会追，太好玩欸。目前两次是拖快会咬，所以很好丢，丢很远，重心很好。这种平带刚接到的辣拉瓦这边，通常都蛮会躲的。哎呀，丢到石头片，我觉得这饵好像可以拖快一点，拖慢的话我怕他没有兴趣追。来测试一下拖快的。来，平奈区卷仔最爱的地方，一杆入稳。没有，没有一杆入稳。今天水泡起来很舒服。钩子偶尔会爬上去，因为我换大钩，我钩子有换很大，可能稍微影响泳姿。哦，中了！好像不小哎，炸很大力。20几，30。那今天就这只蜻蜓玩到底了，反正也没有多少时间。刚中一只啊，咬了4次了吧，中一只而已，很正常，玩铅笔也都这样。
好像咬不中，再来，来我的大卷点。这边就是只有大卷，没有，真敢讲，来哈，四抛一门。36左右吧，在踢笑的时候泳姿也是蛮猛的，变冲，狂冲猛冲。爬星耳对付卷仔的好处是在声响应该蛮自然的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翅膀拍动水面的声音就蛮自然，有点像踢水蛙的硬耳板，只是它是用翅膀不是用脚这样。然后这个耳我觉得比以前比多一个好处，就是你不用一直抖那个杆子啊，平拖就好，速度就决定，就看你转多快去决定就好了，算蛮轻松的了。慢的时候身体摆动很大，快的时候是震动速度快，但是摆动不大。嗯，这边不吃水表吗？今天应该找比较没水流的地方，它就是蹲在那里。对啦，这么一点而已。哇，现在鱼鲨鱼季好严重。猛损啊，中，哦哦哦，哦，比想象还大只一点，来，哦哦哦。哇，舒服啊，鱼尾楼烤卷就是舒服。来，回来吧，乖乖就范。哦，不要了，哦，来，我等一下放你走了。太有力了吧你。上面是我杆子都很软。不要粗了，不要粗了。对啦。哦，这只蛮大的，40。哎，那只40的，舒舒服服，只是我的东西全部都在泥沼里面，整个洗一下吧，陷进泥沼。好了，今天也没多少时间，我先录个结尾好了。
今天就是主要测试这一只啊，帮我朋友测试这只饵到底好不好用，他再来卖，答案是挺好用的。哎，我钓差不多不到一小时吧，钓了5次，中2只。我是觉得以这么轻松的饵来说，那很不错了，好用，平拖就好，而且又很好丢。你不要看它翅膀现在张开的哦，你不要看它翅膀现在张开，它丢出去的时候，好，演示一下给大家看。等我下黑，它这饵呢，你丢出去的时候，翅膀是收起来的啊，平常拿是这样啊，你丢出去收起来，收起来，而且它下面有珠子，可能要仔细看，我把它放大看，下面有珠子，所以它是有配重的。它这个配重跟我在丢铅笔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远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推荐给大家，再钓一下吧。没有成果的话，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，你们也不会看到后面有影片了。拜。